们准备就开始，请我们的第一组演出者出场，就是我们台南牧王庭的蒙宇，耶、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外间好多人哦，有小妹妹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牧王庭女仆的蒙宇，我来自台南，对，然后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的身高？好，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我136公分。好，对不起。对，妹妹，你也总有一天会超过姐姐，知道吗？妹妹，你要长高，知道吗？好的，那接下来、今天因为今天是动漫主题嘛，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是《帕斯列日巴列朵》的歌，那希望等一下大家喜欢。想吧想吧，一日过来，希望一路人来的我一个地球，君嘛是一个耶、Yeah.
的修车曲。对，好的，那好多人在打 call， 谢谢大家今天能来屏东的这场活动。然后接下来也会有很多的表演者持续到晚上。那现在讲一下蒙语，下一场活动好了，下一场活动呢，在昨天公开，然后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台北的欧他们。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大家都是来自南台湾的欧他吗？蒙语呢，下一场的活动是在10月27号的爱豆 collabo， 对，没错，讲太快。下一场的活动是在台北的爱豆 collabo， 然后是11月27号在台北的圣博文创园。对，类似，好，反正就是那个地方。那希望到时候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见面。那我喝一下水，等一下就可以带来第二首歌喽。好的，那今天呢，蒙语打算要来的，卡斯丁特雷头三连曲，没错，所以呢，第二首歌也是来自 Band Dream 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少女乐团派对？对，我最喜欢蒙语的颜色就是红色，最喜欢的也是蛮身材，所以呢，今天呢也要带来卡斯丁特雷头的另外一首歌，叫做 Give My Flower。
开场所以准备比较多嗨歌啦。虽然魔女昨天就蛮嗨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发生起猎奇事迹好了。昨天呢，因为我们上礼拜有，就是我们上礼拜的特别日是鱿鱼游戏特别日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有做很多的碰糖，然后碰糖暂时放在棉花糖箱里面，然后呢，那个碰糖就融化了，然后呢，就棉花糖就都是碰糖，但是呢，因为碰糖就是它就是狗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呢，因为要拯救那些废物的食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变成雪扑饼，然后就造就了猎奇的一团很像咖啡色的一团球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搜寻一下某人的 FB 个版看那一段猎奇影片。总之呢，某人还是很尽力的把它变成了雪扑饼，算是小像牛轧糖。对，好，下次可以点点看，我可能会做。地狱料理 number one， 耶！对，然后哦，再讲，我刚忘记讲，就是我这来自台南的木工女仆咖啡厅的萌语。对，平常呢在店里的部分就是我们就是 Mido 啊，对，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发行我们的单曲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第三首歌，第三首歌呢也是 Pastel Palette 翻，我是我三彩上升，一直踩讲错。第三首歌也是 Pastel Ballet 唱过的歌，那这首是来自偶像团体 Aris 的 The Little Ballet。
不用准备麻布袋，也不用准备黑色垃圾袋。所以呢，今天因为大家热情呢，太阳出来了，然后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也能继续保持热情，之后的表演也可以继续的晴空，不下雨哦。对，然后呢，对，最后接下来唱的就是最后一首歌了。然后其实我们之后还是有一些些，这半下半年后还是有一些些的小活动可以参加了。那希望大家。希望大家之后还是可以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到木光亭的母湖咖啡店找某语，或者是就是 IG 搜寻某语卡哇伊的某语的卡哇伊是 FB 账号，就是大家可以 IG 搜寻某语的136，然后我们有一本就是屏东联合动漫红人展的一本小册子，上面会有我的 IG 的名字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搜寻，对，然后也可以了解多多了解某语，那也希望以后呢可以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的表演，也希望大家喜欢。那接下来就可以带来最后一首歌，不过我先喝个水。接下来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很嗨的歌，那等一下如果讲到啾啾啾的部分，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喊啾啾啾吗？好的，那接下来带来的是 AKB48 的 Kimi da Kimi 啾啾啾。
希望等一下大家可以来找我，还是你们是 King King 没来过 ？King， 还有，没事没事，交给我。好的，没事。那等一下呢，就可以来乌班区找我呢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表演，我是猫玉，谢谢大家。